看看新闻网。自从2011年和张杰结婚以来呢，这个谢娜就不断的说被传怀孕了，哎，好像没有哪次是真的啊。不过呢，就在最近，一张她这个小腹凸起的照片现身在了纽约机场的这个照片被曝光了，哎，这下有图有真相了，看来这个怀孕之事是十有八九是真的了。不过呢，在这里呢，还是要非常惋惜的告诉大家，这次还是假的。刚刚前面的一圈呢，全是废话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咚咚咚，粉嫩嫩的谢娜现身纽约机场，这个凸起的小腹圆润无比，要说是春节吃撑了。这隆起的部位也不对呀，左看右看，似乎和拍照角度也没多大关系。莫非这次谢娜是真有了？隔天3月1号，当事人就放大招辟谣了。在谢娜发出的视频中，她包裹严实，身形也完全不似前一天那般臃肿，在滑冰场上来回穿梭，身手很是矫健。别人跟我说滑冰很爽，我去了之后果然就像加了特效一样，咚，一摔就咚咚咚。看样子新手谢娜摔跤摔了不少嘛，不过回过头来想想，如果真的怀上了还敢咚咚咚吗？虽然3年多来谢娜造人计划尚未实现，但小伙伴们稍安勿躁，静待杰哥消息就好了嘛。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，但是有消息会通知大家。